U Radio More Than Radio。这是一段让你完全放松、平静的时刻。这是一个让你感受温暖、自在的原地。在当下，在这里，你可以真诚地面对自己。我是你的心灵守护者，我是安安老师。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回到安心 So Good， 我是安安老师。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姐妹淘聊心事，欢迎小米。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米。我们有预告，上一次小米在上一次节目说的，这一集的主题是“你劈我也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主题呢？因为就是上一集聊到，就是大陆男人最大的致命伤，就是他们很花心。没有，我讲的是那个你劈我也劈这一句话怎么来的，是算命老师跟我说的。我妹之前跑去看一个算命的，对啊，就是朋友介绍，就后来我妹去大陆也有很大一点是因为算命老师跟她说在大陆会找到她的属于她的 Mr. Right 高富帅，然后她那时候超心动，就因为那时候刚好有大陆的工作，她就跑去内地工作了。然后我记得那时候你跟我说算命是怎么说的，他就说我以后的老公呢就是高富帅啊，嗯，然后就是长得好又高又有钱，然后所以就很多女生喜欢，嗯，但是所以他跟我虽然跟我结婚，但是他就是一直不断的劈腿，嗯，但是算命老师给我的建议就是他劈你也劈，就是看谁先劈就对了，没，他反正都会劈，不如你先劈。算命老师说的，不是我说的。但是后来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算命的也不准啊？算命的准不准我是不知道啦，毕竟我还没嫁，我怎么知道？没有，他说这一个人是就是你去大陆工作遇到的嘛，但是你现在已经回台湾工作了。那我搞不好以后会去，搞不好又也会有认识、啊、那我讲一讲我以前在香港的时候，因为现在是就是安老师有很多这个朋友他们都跑去学算命，而且他们跟的老师都是香港鼎鼎出名，就听众朋友应该就是在电视上看到那些出名的算命老师，我就不讲是谁，就数个。然后呢，安老师的命格比较特别，所以这些朋友他们在学算命的时候就会把安老师的命盘拿去给这些算命老师解，嗯，然后解完以后都说安老师会跟第三个男朋友结婚，就现在也分手啦。第三个是哪一个、啊、上一个。哦、oh, 你怎么知道不会跟他结婚，这种事很难说的、啊、没有，他就说我后来相处以后我就知道就不行，我觉得这都早令到最后关卡都很难说的，嗯，但我觉得啦应该是这样说。那我也认识很多后来就是可能他们早期喜欢算命，但是后来接触别的宗教也好，或者是在心灵成长方面很有兴趣也好的人，然后他们都会告诉我说那个命好像就变得不准了。哦，因为其实很重要是算命会准是那个是你先天带来的性格是怎样的、嗯、但如果你后天愿意去改变的话其实那个命是可以改。哦，了解。所以你透过修炼啊，透过成长，透过学习，但我没有想要改啊，我就想要嫁给高富帅啊，不要改。但是他说很花心耶、欸、你也要啊，那总比矮矬穷又很花心好吧，是不是？哎、欸，你讲的好像也没错。对啊，我记得之前看电视有个女生说，我早上起来看到旁边一个帅哥他偷吃就算了，我早上起来看到旁边一个猪头他还偷吃，气死我。那但是呢，我觉得这个算命师给的建议也很怪，他怎么会说你劈我也劈？为什么会怪呢？你觉得这样不好吗？就是各自玩，那难道你劈我不劈？没有，各自这样比较好，各自玩各自的就比较快乐，是不是？也没有各自玩各自，一起玩啊，只是你劈我也劈。欸，但是我倒是有问过那个就是朋友，嗯，对，我就问男生，我就说因为男生就会说结了婚以后男生不能允许老婆劈，结了婚以后啊他们就说我们还是要去做生意啊，所以就还是要去应酬啊，那自然就会去那些夜总会啊，对，声色场所，那自然也难免会发生关系嘛。那我说那如果你太太，他说当然不行，
就不可以。但我觉得这是好像是就是自己可以别人不行，大陆男生，你觉得大陆男生可以耶？真的吗？我觉得哎，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们觉得你批我也批是你们可以忍接受的话，麻烦微博留言给安安老师，我们好想知道台湾男人 VS 大陆男人的差异。对啊，还是你觉得是因为台湾男人很大男人？那我问你啊，就很幼稚。我跟你说另外一点，我有一些朋友是女性，然后当他们发现老公劈腿以后，他们就自己去劈腿，然后他们说劈完以后就马上原谅老公。那也不错啊，就真的实现了你劈我也劈。就是他说一劈完整个心情就变得很平静，就觉得我也劈啦，然后你劈那我也能接受，就觉得好公平哦。而且他说真的可以体会劈腿的快乐，是更加了解对方。对对，就很了解对方的感觉。其实他说就是就会开始对先生也比较好啊，就想说自己也劈腿了有点不好意思。但是我就是，但女生，但你看女生，我就是这种人，我就是大男人。那你还不是跟那些男人一样？我就是大男人个性啊，对方不能劈。我就是一个很霸道的台湾男人，而且刚买房可以娶老婆了。你那个房子，老婆住进去只能站着睡觉，只能很瘦 model 才可以。他一再的在那个节目上面说买房，你真的很得意耶。当然啦，我这么穷买房当然得意，有钱买房不得意，穷人买房才是得意。其实我妹有一点我觉得她还蛮特别的。怎样？就是呢她很勇于承认自己没钱，但是还是在耍大牌。怎么说？你自己可以说说啊，你在内地跟男生出去，然后我都要好的吃好的喝好的用好的穿好的带好，但我就是一个穷人，然后人家就会问我说你凭什么，我就说因为我是落入凡间的公主。回归主题，就是你批我也批，其实在心理学上面的调查研究啊，很健康，其实你批我也批比较健康，但是那个是国外的调查，就发现各自都有出轨的那个感情稳定度比较高哦，所以就是，但是我觉得真的啊，最好就是两人都不要劈，但第二好就是你劈我也劈，因为一边劈就很不好啊，就是讲究一个公平，那当然啦、啊、对啊，所以我的意思说，算命先生会这样告诉你，就是当然你不要听算命先生，就是你一开始就抱持了一个心态，我老公一定会劈腿，因为其实你抱持了这个心态的话，对方也会感应或者是说感受到那个心意。那我真的不行，我只能我劈腿对方不能劈腿，我就是很霸道，我不知道怎么会讲。那如果对方劈腿了你会怎么处理？就不要跟他在一起了，就不要他了。真的？嗯。哦，但我可以劈，那我被抓到我也说算了。很尴尬。但是我可以觉得我可以劈腿，但是对方就不行。那你为什么会这么霸道？那在你的恋情里面，你的恋情里面，你有被劈腿过，或者是你自己劈腿过吗？你觉得我会讲吗？有什么关系？我当然不会讲啊！我劈腿有什么要讲？那就是有啦。没有，没有，为什么不讲？不要把我逼得这么紧好不好？我还是待嫁的姑娘。其实你知道吗，这个你劈我也劈最好的状态就是在云南那个泸沽湖，他们有摩梭族，他们有那个走婚，走婚，对，走婚的习俗。他不算你劈我也劈，对，因为整个社会版的观念，对，整个社会都没有所谓占有的观念，所以整个社会的人都很快乐，就是反正我没办法，我想占有别人，但别人不可以占有我，我觉得好烦，我要自由。其实之前呢我有跟一些人讨论过，也跟之前的男朋友讨论过这件事情，就是说如果我们试试看，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就是我们试试看都放下对于彼此的占有，然后让对方完全自由，看看会怎样。我只能他不让我自由，但我不能让他自由。对，我那时候就是跟我的前男友在玩这个游戏，就说我们可以各自再去找别人约会，然后我们都不占有彼此，看看会怎么样。这样是太闲是不是？没有没有，我们只是想说如果我们放掉那个占有欲，结果会成为什么样子呢？待会回来。
Radio, More Than Radio。这是一段让你完全放松、平静的时刻。这是一个让你感受温暖、自在的原地。在当下，在这里，你可以真诚地面对自己。我是你的心灵守护者，我是安安老师。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回到安心 So Good， 我是安安老师。我们要继续进行姐妹淘聊心事，欢迎小米。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米。上一节节目我们讲到，就是我那时候跟我前男友在玩，其实是做一个实验啦。就想说，因为那时候我们就是看说，那泸沽湖的人怎么那么快乐？然后他们就是没有占有彼此的这个想法。对。然后我们就想说，那我们也来试试看好了。就是如果我们抱持着不占有对方的想法，然后再交往的话，那如果他隔天就跟你说他昨天跟一个女人上床，还蛮开心。没有，然后后来我们就说好，我们试试看，你可以就是接受，我们各自去约会，然后对方也都知道，然后想说看看会怎么样。结果呢，大概是不到两个礼拜吧，我们就放弃了。那还蛮好的啊，如果他隔天就跟你说他跟一个女生上床，但是你不是说他玩这个游戏，你可以接受。不是，后来我们各自去约会，结果发现我们对方，我们都会对对方感到嫉妒。就是譬如说我今天说，哦，我跟一个男生出去吃饭啊，然后、就是、这种事当然是不要让对方知道。没有，我们就是在玩那个实验，然后他也去找女生。但我觉得这好无聊啊，因为就怎么想都一定会吃醋的、啊。对，那时候就是我们就是想要，就在打情骂俏。不是，我们那时候就想装成熟。我们那时候就想说，这两个人在打情骂俏而已。我们那时候就想说，如果试试看，就真的都不占有彼此的话，后来就发现自己没办法，所以这游戏就放弃了。就是后来我才发现到，就是在爱情里面，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心理学里面讲说，爱情还是有一个 commitment 的成分，一个承诺的成分。如果我们天生被教育就是没有这个承诺的成分的话，那也许我们就可以像泸沽湖的人一样那么样的快乐。但是在那个约会，各自去约会的过程里面， 我真心的发现，就算你克服了那个吃醋的感觉，你觉得没什么，但是你心里面会觉得那个归属感也同样的在大幅的下降跟消失。因为我觉得这个你的这个实验就是跟爱的本质是背道而驰的，根本就不合理。为什么人要爱情？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不完美的，只有在爱情里，你在对方眼里是完美的，所以才会想要有爱情。我觉得我倒不那么赞同你的说法，就是，我是觉得说那个跟你从小对爱的定义有关。然后但是我们试验过了，我们就发现，因为我们已经年龄已经那么大了，所以那个对爱的定义太难扭转了。就算现在想要像这些摩梭族的人一样，爱情就是他们的观念里没有承诺跟占有，我们现在也转不过来。怎么可能转得过来？我觉得那跟教育跟成长环境都有很大的关系。其实像你有这样的自知之明就是很好。就像你在上一次节目里面你提到那个徐若瑄结婚的事情，就是你说徐若瑄她很知道自己要什么，她没有办法为一些事情妥协，所以她就必须找一个能够配合她的人，她就不想再浪费时间去找一个可能跟她是不同性格但是彼此需要去磨合的人，那就是她很有自知之明这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人应该都会想要占有对方吧，但是有好多女人都假装自己不想，但我觉得她们根本不快乐。我听过有一些国外的那种身心灵作家在他们的书上面就有分享到，就说他们在修行过程里面也很想达到某些宗教里面讲的很高的境界，就是让对方完全的自由，就是相爱的当下非常的相爱，但同时也让对方完全的自由，但是后来发现就没办法。我觉得这都是男人，我遇到的状况都是一对 couple， 然后男生就会像你刚刚讲的那些话这样告诉女生，然后女生就因为就觉得自己是不是很落伍，所以就答应落伍，就觉得
境界没有那么高，对，所以就然后男生就用这种话就是告诉女生，然后男生就一直在外面乱玩，那女生也可以接受乱玩吗？女生也可以乱玩，也可以啊，但女生不会去乱玩啊，嗯嗯，但是女生接受的很痛苦，其实她，我觉得她根本就不是那样子的人，她根本就不能接受，但是又不能一副自己好像是那种落伍的女生一样的感觉，所以只好去配合。我觉得他们关系都有问题耶，这样根本就不对。嗯，其实没有所谓的对不对，就像我们刚刚讲到摩梭族的人，他们觉得那样子是他们真心觉得那样子是 OK 的。但是如果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人要对自己诚实，这件事情很重要。他说我觉得你不可以让别人接受你的价值观啊，那是你觉得这样。对啊，我不觉得。对，而且这个是另外一个观点，就是说彼此的价值观念如果不同的话要怎么磨合。那我讲的就是说，其实有时候我们看似好像很正确或者是比较高大上比较上档次的价值观，有时候我们不需要硬逼自己去接受那样子的事情，因为其实你就是要接受你自己原本的样子。对啊，就像现在的价值观，各式各样的广告媒体都在鼓吹女人要爱自己，要漂亮，要有自信，然后要为自己而活，但有些女人她就是喜欢为老公而活啊。嗯，然后你一直劝她说你这样子不行啊，我带你去好好打扮，她就喜欢很邋遢，就为她老公，你干嘛一直逼她？你觉得那样她会比较开心，其实她也不会啊。我觉得就是尊重每个生命，就是说你可以告诉这个生命有怎么样的选择，其实这也是身为一个心理治疗师我们的工作，就是你可以告诉她说你前面你 不一定只能吃西餐，其实你有中餐可以吃，还可以吃汉堡，然后还可以吃日本料理，就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选择，但是你可以分析每一个选择底下的优劣状况给他听，然后但是呢最后做选择的绝对是他自己，要尊重他的选择，因为快乐的是他，受苦的也是他。嗯，了解。对，所以就不是去控制别人，而是跟别人分享在这个当中所有的可能性。嗯，对，然后两个人一起去商量我们要采取哪一个可能性，试过了 OK 就继续，试过了不行，那么我们就回到原本我们喜欢的那个可能性里面去。嗯，所以你现在还会跟以后的男朋友玩这个游戏吗？我觉得我会考量当时候的状况，那时候我觉得我是怎么说，就是明明自己当时候的状况就是不合适的，就是状态没有到那境界，硬要你明明就只有150公分，为什么要穿拖地的长裙，就不好看啊。对啊，对啊，所以就是有一天当你长高了，那你就可以穿长裙，那就很美啊。但是你一想象就可以知道自己会不会生气啊，怎么还要试？没有，人当然就是会有成长的吧。试试，就是不是啊，我说当下就是当下想一下就可以想到你可不可以受。因为那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那时候我们是一起就看了一本有关于爱情的书，哦，然后那个书里面写的就是完美的爱情境界，就是我所谓就是心灵修行的那种完美爱情境界，我们就想来挑战看看，就后来发现就没办法。我的状态就是刚在一起一定做不到，可能在一起5年就做到，因为好像也不可以很了解。对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就发现才是一两个礼拜，我对爱的归属感就大量的降低，就会觉得没有归属感。刚在一起不能，但是对我来说可能在一起6年后我真的就不会吃醋，你爱跟谁约会那还没有在一起那么久就已经分手了所以我的意思说怎么会这样，应该是在一起越久越爱才对，不是吗？越会吃，怎么会在一起久好像也无所谓。嗯，我们下一集可以来讨论这个问题，到底爱情是一开始最爱还是久了更爱。对，这个问题很好，我们下一集可以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我们听一首歌，今天的节目就要到尾声了，听一首周杰伦的明明就。拜拜拜拜。糖果罐里好多颜色，微笑却不甜了，你的某些快乐在没有我的时刻，中古世纪的城市里，我想就走到这儿。